开始走慢的绕圈的，小叶可以左右啊绕，来你就跟着他好吧。对，你的腰轴心，对，小叶可以告诉他往哪转，这边有挡住了就转过去，有挡住了就转过去啊。现在还是慢的，还是慢的，一分钟，好吧？这里有挡住，这里就会像这样。对，内圈外圈。好，速度可以慢慢加快，小叶，第二分钟稍微快一点。那信宏也要跟着快。没关系，继续。信宏继续哈。对，没关系，不管他，你就照动。对，这都练习哈。啊，最后15秒钟，再快点，小叶再快点哈，蜻蜓点水似的点它，再快点哈，最后快几秒钟，哎，好，跟着，好，可以了。